哪里来的啊？南部来的。南部来的。那我要一条。九块。这项钱吼，是咱做餐人以前的食物啦。啊，迄阵啊吼，生活足困苦的，要食一个肉吼，都爱过年时才通食啦。啊，若这项钱吼，是比你食米佫较济。恁阿爸吼，以前足讨厌这项钱，是因为咸清歹食。你若逐天食吼，你就知影恁阿爸以前有偌讨厌。而且我们也很喜欢吃啊。阿嬷，啊，这个采收之后，阿是要送去哪里啊？直接送去台北卖。但是因为五谷丰收，愈来愈少人去吃番薯。你看这番薯哦，有像台湾无？以前的台湾哦，人拢讲这番薯糕。